We now invite you to join us for part 12, the interview with Supreme Master Qinghai by the Japanese media, a section of this profound lecture. To live a balanced life in this world and heaven, given in Tokyo, Japan in 1993.今天的那个化妆整个的那个服装的那个也是让我非常感觉奇特的，因为我想听听您自己对这个方面的。我是艺术家嘛，我喜欢代表真善美，外面里面都代表，如果我们能够里面也代表，外面也代表更好。一部车如果它走路很好，外表也很漂亮，就给大家欣赏也不错。 不过我自己本人不知道你可以啊，都无所谓啊。<笑>不过既然你已经有了，为什么不美的东西呢？如果我没有才华，没不能设计自己的服装，不能画画的话，上帝不给我的话，那我就干份没有了。我上帝已经给我，我不做的，我不拿，我不用，就是浪费上帝的好意嘛。那么请问您作为一个就是美人的这样一个大师，在度众生的时候，有什么特殊的变？每个医生就是说什么？就是说您作为一个美人的非常，就是说上帝赐给你的美丽，我不觉得美人，就是说那个您在受到上帝的恩惠，有了一个非常不错的，或者说让人家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外貌。那在这个外貌的之下，您作为一个佛教，因为不是一个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的一个领袖的话，您觉得在这个度众生的过程当中，您作为一个女性有没有什么特别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也许对一些人
我也不很在意啊，懂吗？赚久也习惯这样子，而且这个也不是衣服啊，是人啊，因为这个穿在别人身上就不一样，所以我不能解释我美和是不美，那好像每个人他穿什么就不一样这样子，我给别的信徒穿不一样，他不美，我把它弄很丑。 OK，我也没什么话要说了。<笑>作为师父很累，不是为了灵修而已。你当你当名师，你就可以说很特别累了。如果你每天整天讲完工作，你就说不一样了。<笑>不论如何，你还是个好美的妇女啊！<笑>不要忘记自己的女心。嗯，对呀、啊，世界光亮好像很少人看到，就看了你的佛定，不过报纸都很多佛定的事情。 他们也许都看到佛定的东西比较多，我们修行人看法比较不一样，所以有时候记者不大会了解我们，因为我们比较轻松啊。也许我们是工作很累，也是赚钱跟你们一样，工作也许更累，因为一边赚钱又一边要度众生的。不过我们这个看法不会那么黑暗的，我们都很。 很轻松，累是累，不是精神那个，不是精神否定啊，懂吗？所以不一样的累呢，不一样的累。我们是身体累而已，也许别人精神也有更累的。如果记者都会开悟的话，他们工作也许比较轻松啊。如果这个世界和平美好的话，就不需要工作。对对对对。不过多数的。
报纸里面报道都是很不美好的东西、啊、因为世界上有更多精神，对呀、啊，然后越来大家越想不美好的东西、啊、如果我们社会已经黑暗，然后大家都看到黑暗的事，就越来头脑越黑暗，没有什么希望。我就希望社会能够有更美好的事情给记者报道。我也希望。然后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记者应该多报道一些光明的东西，少报道一些黑暗的，让大家多看到光明的东西。那么有一些黑暗的是要报道的啦，给大众知道，然后谨慎那个警觉啦，警觉心啦，警觉心。不过有一些报道是太过分的，不该报道也报道了，然后多加更黑暗的也不好。不是每个都这样子的。是不是我想就这个问题就再谈一点，就是说是不是报道黑暗的东西，大家看到这个黑暗的东西以后，那么有些人当然不会产生共鸣，但是有些人就会产生共鸣，这样的共鸣的话就会带来一个社会的共鸣性，那么是不是有恶性循环的可能？会有污染的心理。不过我也是希望社会能够多贡献出来更好美的东西给记者，有机会可以报道。我意思是这样子，因为他们报道都是否定，他们也很累，也不是他们的错。我意思是这样子，就像你平时看电影、看好的电影很快乐，嗯，看了不好的电影呢，回去还是有影响好几天，对，而且失望啊，还有悲惨啊，真是。不过真的社会好事太小了。这个到底是根本原因是什么原因？比如说看得不好的心情不好，看得好的心情好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因为我们都是人类啊，我们都有同情心啊。比方说看那个人快乐得到好东西，我们分享他的快乐，看那个人被残暴啊，被怎么样，我们因为自己兄弟姐妹的那种无形的那种感情啊，就会觉得也有分心了，就叫共业，知道吗？等一下就可以分给大家一人一朵。有饼干糖果自己拿。我是想来拿，想来拿也可以。Vegan, because our conscience doesn't allow us to enjoy at the suffering of others. Serene viewers, 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ce today for Words of Wisdom.